单骑地面移动，请向下个蓝圈点前进。出现敌方士兵，你来练练手吧。请向下个蓝圈点靠近敌人，会自动。请向下个蓝圈点前进。这就是火之精华的威力，请画出轨迹。请向下个蓝圈点前进。请向下个蓝圈点前进。点击这里跟踪任务，愿光明永远照耀世人。点击挑战魔物，史莱姆是风系怪物。开启托管战斗，托管中也可以操作哦。选择翻牌奖励，点击返回主城，愿光明永远照耀世人。我们服侍光明，却耕耘黑暗。更换新的装备，为蓝色大地的和平而战。更换新的装备，到这里更换护手，换上新的护手。查看装备成就，装备稀有度达标，可领取高级装备奖励。每关有冒险任务，完成后有星级奖励。选择翻牌奖励，点击返回主城。我锻造的武器无人能及，强化你的装备，强化可提，强化另一件装备。
为蓝色大地的和平而战。前往次元召唤，点击召唤，成为我的冰雕吗？祈祷神的祝福。前往招募佣兵，招募这位招募号可与你一起战斗。祈祷神的祝福。出战刚招募的佣兵。祈祷神的祝福。上级地面来翻滚，开启托管战斗，托管中也可以操作哦。选择翻牌奖励，点击返回主城，点击活动中心，达成一项成就，达成成就有大量奖励，积载副本任务平心，领取大量钻石奖励。